位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有几位同学？有三位。好，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以及护法义工菩萨们，大家好。大惭愧弟子上官，今天恭敬汇报的主题是：无量寿经是真正的孝道。第一，《无量寿经》东来最早，又经念时独留此经，此处可见如来大慈大悲至极之孝道。首先，弟子心智粗劣，读《无量寿经》序文多次，却悟处甚少。今读诵科注209页，甚至于经念时独留此经以作周行，故云专为凡夫也。才一起序文中言此经东来最早的深意何在？佛法离思量分别，处处表法，无法不圆。因此，佛经流传到中国的顺序，以及未来经灭的顺序，也都是应机表法。东汉三国时期，印度净土系经典就已流传我国，后失传。东晋南北朝以及后来无量寿经其他原本多得以流传保存，可谓是最早期传入并保存的佛经。何以故此经最早流入而最后灭尽？学习至今才粗略体会如来慈悲弥陀大愿，视一切众生为生身父母，大慈至孝，劝导众生导归极乐，为免除末世凡愚障身苦重，于正法不能生信，于此一行之道不能生信，于自己本来是佛不能生信故，特垂方便开眼净土法门。此经最早流入，有生根生育开始之意。正如书超云，故知念佛菩萨之父生育法身，寓意在此，令众生知晓一切佛成佛不离念佛，故云生育法身。正契本经最早流入，表达一切佛由念佛生育而成，因修净土而正法身，而独留此经，令人联想到最后归处。中国人常言善始善终，尤其注重善终。本经世尊劝导父王，信念不止，定生佛前，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此处令众生决定生信，此生舍身后归于何处？何谓真正善终？当效法净饭王，听从世尊大慈至孝之言，成末法孤舟，导归极乐彼岸。其次，观无量寿经也是东晋时期，继无量寿经后又一净土重要经典，尤其是持名念佛，依法开示出最妙修习净土之念佛方法。而观经之来龙去脉，更是建立在韦提希夫人知其不孝之子阿舍世王故事的基础上。这一表法正是让后人看明净土源于孝道，净土成于孝道，净土即是孝道，圆满之孝道是念佛成佛。第二，如来究竟圆满之智慧，就是为凡愚众生开眼一生成佛的最简单最容易之法。科注第209页念老云，盖民必有究竟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究竟。此一句话点破了如来本怀的真正慈悲之处。
是以如来定慧救忏无极，普令一切沉沦苦海众生得到简单易行的方法，以如来果觉作为众生成佛因心，加持凡愚大小因信发愿，由愿起行，如是修行，皆为净土当机之人，也就是能一生成佛之人。学佛从信自己本来是佛开始，但是信字却是最难之基础。以凡夫之见，何以信自己是佛？然看到这修净土成佛最方便的方法，人人能行，人人易行，自然解除不能信自己的根本问题。只要把自己全部交给阿弥陀佛，何愁不见性成佛？贤公92年的表法，就是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就是如来果觉之究竟方便度生之法，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救忏无极，弥陀大愿之王度化众生最究竟方便的持名念佛方法。贤公做出了现代人最好的例证，此处更可见无量寿经的重要性。阿弥陀经是略说净土极乐净土之庄严，如科注所云，于此无上甚深微妙法，能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但是多数人不知道法藏比丘因地发心，不知道往生正因，不知道持名方法修行次第，不知道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具体，因此不能坚定信心，不能一门深入，不能不入歧途。莲公会集本之产生和其必要性正在于此，无非是菩萨慈悲至极，令众生于此净土法门一成两意，能生信发愿起行。所以梅老云，欲弘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欲弘净宗，必须先弘大经。果能人人持诵，则因果自明，身心自洁，劫运自转，太平自治。菩萨之父生育法身不离念佛，贤公和尚直下承当彻底担荷，乡间小庙农活耕作植种心田，92载方向不改，目标不变，自在往生，破除戏论，荡除分别，为众开演一切诸佛成佛之路。马明龙树智者有名古佛作证，肉身大士法门向龙今有贤功，佛佛道同诸佛密藏，并无他法，不假方便，不落思量，莫执念取，云开雾散，自得心开，妙慧现前，净土法门生佛同修，光照万世。以上是大惭愧弟子善观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大惭愧弟子善观顶礼感恩。2014年4月28日。我们大家了都听到上官的汇报啊，我们同学当中大概他的汇报次数最多，也非常有内容啊，可见的他具足真诚恭敬啊，正如印祖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就得十分利益。经教最重要的是以智慧去体会，然后落实在生活，
这叫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错误思想行为不断的发生，从早到晚，念念相续。那么经教是如来慈悲具体的表现啊，没有佛菩萨的言教，我们不可能发现自己的过失，自己的错误，那就永远没有办法修正。换一句话说，一直错到底。无量劫来到今天，都在错误当中啊生活。这话怎么说呢？没有离开六道十法界就是错误。六道轮回是大错了啊，十法界虽有错误啊，还能过得去啊，我一持一个与性德相似的境界啊，完全其如性德，那是化身菩萨，那不是凡人啊。经典里面常讲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里面人可以说不再犯错误了，没有入十宝土，都免不了错误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承认的，要能接受啊！承认自己天天在错误当中过日子，就能生起惭愧心，有惭愧心才会天天改过。用什么方法改过？用读经。这个方法是一切诸佛如来对于现在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广泛所采取的一种方便法啊，只要能治病，能把病治好，这个方法就叫做就近方便。所以就近方便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法门，不是的啊，八万四千法门，只要这个方法把病治好了，良药没有一定，就近方便也没有一定，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呢在会用，这两个字很重要。治什么病？要治病根啊，病根治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百病不生啊。那病根佛给我们说了三个，第一个是起心动念，这个根太深我们治不了，这真的不是假的。
第二是次身，第一个是最深，那叫无明烦恼。那什么人才能真正断它？啊，扶助，我们知道，化身菩萨就扶助了，没断根，也就是说，它存在。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那么真正讲断，断这个根呢，你必须能见到，你见都见不到，你怎么断法？啊，无始无明的兴起。这个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啊，根据弥勒菩萨的开始，啊，用现在的秒做单位，一秒钟2100兆次生灭的频率。不但我们完全没有感触，化身菩萨也很难感触到。啊，《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菩萨，大概到八地菩萨才看见到，才见到了。有这个东西存在，他才会断它。啊，切地以前都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们知道，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在这个四个位次上。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的，十八图就不见了。啊，菩萨到哪里去了？这菩萨叫妙觉，不是等觉，荣如常寂光。跟常寂光融合成一片了。常寂光是随着水震的，妙觉如来究竟的果真啊，所以真正入常寂光，这就是一切法跟自己身心融成一体，啊，身就是土，土就是身。我们现在分成依报正报，到常寂光依正是依，不是二。啊，在什么地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报身佛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今天也把它造成一个形象，叫它做无舍那佛。啊，化身没有形象，也把它造成一个形象，叫毗卢遮那佛。我们凡夫着相啊，啊，造一个形象行不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但是你要知道，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是梵语，什么意思？遍一切处。遍一切处是空间，遍一切时是时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它的现象，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性是体，相是用，啊，起的作用。经上讲体相用，体真的，相用是假的。为什么？体永恒存在，相不是永恒存在，它是缘起，有缘相就现前，没有缘相就消失。现前不是生，消失不是灭。这个话又不好懂了。那我们还用电影来做比喻啊，旧时的电影是非常明显，它的题是什么？题是胶卷动画啊，相跟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相打在荧幕上，你在荧幕上看的这个色相，这是其用，它的作用。那么镜头打开，这个画面打在荧幕上，不能叫生；关起来了，没有了，不能叫灭。为什么？底下没有生灭，真的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只有影现。啊，我开打开镜头，现了。关了镜头，影了，影现不是生命啊，跟十法界一真庄严完全不相同。十法界一真庄严，它是有生命啊，好像我们做梦啊，梦中有生命，不是，以后再找这么找不回来了啊，电影没有生命。演完了可以从头再放啊，所以他没有生命啊，他是影现不同。那么在画面上现的这个像是生命像，你看镜头打开打一张，马上关起来啊，再打开第二张，一秒钟24张，并不多啊，他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那24分之1秒，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画面呢？没有。啊，这个可以做实验。啊，我们把这个底片24张。一秒钟所播放的啊，把23张抹黑，只留一张啊，让它在24分之1秒，我们看这个影像的效果，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
山下马上就没有了，光里头有什么东西没看见，只看见光一闪，没有看到东西。那我们坐这个高速的火车，啊，现在这个快速火车，它的速度1小时300公里，在这样的速度，这样速度并不是很快，1秒钟300公里，两旁边。车站两旁边还有很多人在那看，我们看到一下过去了，一下过去，知道 有人的像，人什么样子没看清楚，面目看不清楚，啊，这就是什么，我们眼能见的速度是有限的，啊，大概要1/2秒，我们能看到这个画面里头有人、有房子、有树木花草，有这个概念，但是不清楚，啊，模糊概念。要清楚概念，应该是1秒钟，啊，1秒钟是。这个画面停留1秒钟，我们有概念，有清楚的概念，啊，1秒钟也非常快，0.5秒钟有模糊的概念，比这个频率再高就看不见了。何况经上告诉我们，1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是什么？整个宇宙所有物质现象，包括精神现象，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在这个频率之下，所以没有办法感触到。那佛为什么能感觉到？佛心是定，我们心是动的，动没有办法观察动的境界，频率不一样，啊，静能观察静的境界，动的境界它通通没有障碍，而自性是本定，自信从来没有动摇。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啊，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他看得清楚。到八地菩萨的定功，接近自信本定，啊，所以一般人讲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奥秘，他有能力看到，啊，那么佛谈到这些问题，这些境界，他们丝毫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他看到了，他体会到了，他知道了，啊，那我们今天听佛讲这些，我们没见到，也没听到，也没有感受到，自然呢产生怀疑，啊，疑是修行最大的障碍。
乙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没有自信心，常常怀疑自己的人，现在医学上说他没有免疫的能量啊，也就是一般讲他没有抵抗力，很容易接受病菌的干扰。啊，身体不健康。那对我们环境来说，这个地区居住的人没有信心，疑心很重，会感召这个地区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突然陷下去，这怀疑啊，傲慢所感召的地震啊，贪心感的水灾，嗔恚感的火灾，火山爆发，那温度，地球温度上升，脾气大了，啊，森林大火，都是这种的感受。啊，愚痴感的是风灾，这就是物质环境会受人意念的影响。这个念头是善，那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啊，念头不善的，那就是恶鬼，就是地狱。啊，地狱里头什么奇奇怪怪刑法都有，从哪来的？我念变现出来的。啊，深深明了因果之后才晓得。我们生生世世的遭遇，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全都是自作自受，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啊，别人诱惑你随顺是你自己的过失，别人诱惑你可以如如不动啊。啊，那些修行有成就的人，他不受环境干扰。啊，永远是心平气和。啊，平就是经上讲的清净平等处，这真心啊，真心起作用，就是佛境界，就是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心中，心有极乐世界，这个外面境界就变成了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啊，所以修行，真正修行，修心。
言语行为都是听心在转的，心善言就善，心就善，心要是恶，言语恶，行为恶，啊，心是主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无量寿经很难得，善根深厚的人接触到了，终于认识了佛所说的经成为法宝，无量寿经宝中之宝，一切法宝里头第一法宝，啊，认识之后怎么办？依教奉行，要把它还原啊！怎么还原？它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无量寿经，啊，从佛性当中流出来，从佛口里头说出来，我们明白了啊，那我们要把自信的无量寿经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从自信当中流出来，那管用了啊。那我们的心不是佛心，希望借释迦牟尼佛无量寿把自己的无量寿引出来，让这个无量寿经就是自己自信里面的无量寿经流出来，跟释迦牟尼佛流出来的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你就自见其意了。意是什么？意无量无边，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无量意周边法界，任何一个字你讲一生都讲不完，你讲一劫也讲不完，你讲无量劫还是讲不完啊。为什么？其广没有边际，其小无内，这是心得。心得里头任何一德都圆融万德，那就是无量德都融在一德当中，任何一德都是无量德，无量智慧，无量的说法，这叫开悟啊！开悟才管用，不开悟也管用。为什么呢？不开悟
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开悟了。这个法门所以被称为究竟方便，就是这个意思。来佛寺的三位大德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啊！他们就一句佛号。乡下人一生过着清苦的日子，没有念过书，现在人说没有文化啊，师父传给他的就一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啊，他们就真干。能听话，能真干，一生不换题目，一生没有在佛号里头加一点或是减一点，没有。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做给我们看了。这个光碟越看越有味。印智法师做了好几种版本，多好，不要有分别心啊，任何一种都好。真看懂了，真看明白了，依教修行，他们能证到的，你也能证到。这是圆满的果证。无比稀有的成就，少方如来都赞叹，少方菩萨都羡慕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要放下万缘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我们有义务护持正法，但是要懂得随缘妙用，贤首过世教给我们的这个四德，还原观上讲的四德，海贤、海清以及海贤的老母亲都做到了随缘妙用真是智慧位移有责，做出榜相榜样给人看如何制止待众生苦，
啊，他们全做到了。不能不承认是大菩萨啊，化身菩萨的境界，表演在农村日常生活当中。说明修行真果不难，难在你会不会看，会不会修啊，会看肯学就成功。义清法师学习心得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是弟子学习《易经》宗趣与所披根基的两点体会，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法师、大德同修批评指正。一、直下承当，信愿持名。此凡夫一生之同居净土，行人不须断惑消业，只要信愿持名，下至十念皆得往生，永离诸苦，未登不退，一生不处，不可思议，是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故为千经万论之所赞。这段话的依据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愿，也体现在观经的第十六观：造恶众生，临终称念阿弥陀佛，即得往生。信愿持名，十念必生，可见其一修。未登不退，一生不处，可见得果之殊胜。还有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赞叹推荐。师父上人苦口婆心，这么多年的劝导，这就足以启发我们的往生净土的圆满信心。这是说修学净土善知识一开始就讲得这么明白，学人应该直下承当，从开始就具足坚定的信心求生净土。同时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是求生极乐世界必备的条件。师父上人教导我们，一定要先把第一福落实，这是做人的资格。我们也都在修，就是在修的过程中，还没有做到之前，犯过失时，这时要把握好自己的心念，既要知错忏悔，发愤改过，后不再造，又要积极乐观，不能动摇往生的信心。为什么有第十八愿十念必生的大愿做保证，有观经十六观持名念佛做证明，相信信愿持名必定往生。虽然有十八愿做保证，也不能说不修三福。如果有人说不是念十声阿弥陀佛就往生了吗？要求那么高，何苦呢？我记得师父上人慈悲风趣地说，这是钻阿弥陀佛的漏洞，你用的不是真心，到时候往生不了，就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缘错过，把自己贻误了。如果还讲给别人，这样还贻误了别人，能没有因果吗？改过修善是鞭策上进，提升灵性，而不是施加压力，增加包袱。这么多年，我们追随师父学习，看到中国儒家圣贤君子以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修养德行，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防范过失。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做弥陀弟子的人，怎能放任自便，甚而至于造作罪业呢？师父教导我们，一定要给世人做好榜样。这样，端正心念，改过修善与信愿念佛相结合，以贤老和尚为榜样，一切都是假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阿弥陀佛，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命中必定往生，多么殊胜稀有的机缘，所以当下就欢喜无量，生大庆幸。二，至心称名，灭无量罪。在这次学习班中，有师父的慈悲勉励，同学的相互促进，弟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在聆听师父上人的讲解中，领会到善导大师开示，如来说此十六观法，但为常末众生不甘大小圣也，真实不虚。特别是第十六观，纯粹是造业众生临终闻法，时生阿弥陀佛圣号，就往生作佛去了。由此可见阿弥陀佛名号能量之大，而且罪业越重的灭罪越大，下辈上生亦称阿弥陀佛灭五十亿劫生死重罪，下辈中生、下辈下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足以证明如来的悲心。确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但为察末众生，其机者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所以我们有份，弟子体会五十亿劫、八十亿劫，这不是定数，而是无量的意思。至心称念名号灭无量罪，说明阿弥陀佛名号具有无量的能量。那么总是觉得自己业障重的众生，就更应该至诚恭敬常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了。因为佛对我们这些人是格外悲悯垂慈。惭愧弟子一清，顶礼感恩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同兄，阿弥陀佛。2004年4月28日。净宗法门现在依靠的五经一论啊，三经一论之后魏默生把华严经最后的一卷十大愿望导归记录抽出来放在三经后面，称为四经一论。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摘录下来，放在四经后面，称为五经一论。阿弥陀佛释迦本师真正的愿望是希望接触到这些经典，听清楚了，听明白了，都能直下成道，心愿之名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就圆满了。
是究竟圆满，不是一般的圆满。到极乐世界，换一个学习的环境，这个学习环境是一切菩萨所向往的，所羡慕的。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了，但是问题要真干，啊，我常给人说，佛法教学的理念，必须要具备老实、听话、正干。从哪里做起？啊，最简单的、最扼要的开始，是贤首过世在还愿观上讲的四德。随缘妙用是智慧，是看破，威仪有责是放下，要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在今天这个社会，要做一个好人的样子，别人不善我们要心善，别人作恶我们要远离恶心。啊，真正发这个心，直下正道，名副其实，啊，不是搞假的。《弟子规》要做到，《感应篇》要做到，《十善业》要做到。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你就具足了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孝是根，以父母做代表。啊，我怎样孝顺父母，就要怎样孝顺一切众生。大乘菩萨戒里头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能不能发这个心？这是普贤菩萨心。啊，那么修净土的人就是修普贤心。你看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净土不是一般法门的。大乘法门里头的上上乘啊，
普贤菩萨、华严经上菩萨代表啊，华严的长子，文殊是庶男，老二啊，大哥是普贤菩萨啊，同时普贤菩萨是密宗的始祖啊，密宗门派很多，你看没有不供普贤菩萨始祖啊，十大愿望是他修行的纲领啊，叫修普贤行，大乘教里所谓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普贤行从哪里修贤首过世大彻大悟的人啊，不是凡人啊，你看那么大的一部华严经，他把它变成一篇论文《望经还原观》，望经还原观是修华严经的方法，一共六段，前面三段理论，后面三段方法，简单扼要啊。啊，还是从持戒下手，不能不持戒，唯一有则就是持戒。啊，随缘妙用才合谱，智慧真正开了，自行化他，灭灭圆融啊，没有障碍啊！啊，所以一定要落实《弟子规》，孝亲尊师根本，这才扎稳了。啊，慈心不杀。落实在因果教育人不能不知道因果，特别是现代的社会，我们要把因果表演出来，把因果的理论跟事实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多少人不错，听懂因果之后就回头了，不敢再造了。
啊，真正惭愧心升起来，忏悔的心升起来，回过头来作为改过自新的好朋友，啊，以自己的因果报应现身说法，人不能不相信。啊，因果教育要大力提倡。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讲的多，甚至他非常肯定，只有因果教育才能够转起这个转变社会风气，啊，除这个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啊，这个要学，以太上感应篇为主，啊，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我揭露的不长，啊，用我揭露的本子就够了，啊，真正学佛还要加上沙弥律仪，十条戒律，二十四门威仪，威仪就是礼貌规矩，啊，我们应当学习。啊，学习的好处，头一个好处，让别人对你尊敬，啊，对你产生好感，那么戒淫众生，这是最初方便。啊，就是跟人见面有礼貌，让人家感到你有诚意，你是真心，他放心跟你交往。啊，这是我们基本的德行。啊，那么如果我们发心续佛慧命，教化众生，那就要学汉字，学文言文，目标对谁呢？对全世界。啊，心量要拓开，汉字文言文是老祖宗救度教化一切众生的工具，无比殊胜，啊，无比的善巧，不难学。李成真前天到我这来，告诉我他在那边做实验，啊，叫小朋友学汉语，从
从识字下手啊，采用的教科书是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里头有9000多个字，首先要认识啊，认识真谛就正开，要认识转子，啊，说文解字用的是小篆，形、音、义，啊，要搞清楚。小朋友一天能认50个字，10天就500，100天就5000。啊，换一句话说，有半年的时间，说文解字的9000字，他就认识了。啊，形音义都学到了，就外国人学中国的文言文，3年。就有能力看四库全书。我看到很佩服啊。那中国人要学，进度应该比他快一倍呀。他要3年，我们1年半就够了。啊，李成桢做的这个实验，半年把说文解字4000字都认得了。那是古文的基础啊！啊，再有1年的时间，在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背100篇古文，李老师以前选用的教材《古文观止》，《古文观止》300多篇，啊，在里面学100篇，这100篇要能背，背得很熟。啊，这也是古人精挑细选啊，在诸子百家里头精挑细选选的这些小段啊，都是代表作，300多篇的啊，再从这个里面选100篇，这100篇要能背得很熟，也能讲得很清楚。四库全书的钥匙就拿到了。啊，从哪里下手？从这小小班开阔，有年轻的人肯学的时候都来啊，3个人5个人，像我们这种小小班就可以，1个星期上1堂课啊，每天上，学的人怕没有时间啊，1个星期上1堂课，李老师当年在台中就用这个方法。
啊，教了一些同学，里面成绩卓著的徐锡明、周嘉玲这两个同学，学得最好。啊，在这一方面我不如他们，我全心放在今天上。啊，那么有这样的基础，教个两三年，更扎稳。啊，然后我们要有缘，汉学院，我觉得那是祖宗之德。啊，汉学院包括儒释道，啊，这三家。基础完全相同，啊，德行的基础，文字的基础相同，现在地球一片混乱，迫切需要的是群书之友。啊，早年我得到这部书，感恩祖宗啊，感恩三宝啊，社会有救了，国家有救了，这地球有救了。啊，要找真正志同道合的。啊，把基础真正奠定，德行的基础、语文的基础奠定之后，对于群书之要，它的原书60多种，里面有几种失传。啊，大概现存的能找到的应该有55种。啊，65种，差不多有65种。每一个人专攻一部。10年之后，他们就变成这一门课程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特别要重视大臣所用的方法，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开不了慧，那是你的心不正，妄念太多，杂念太多，啊，烦恼太多，你心定不下来，所以你不能开悟。啊，必须的万缘放下。
啊，每天在这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就是戒，就是定。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是戒。度数千遍，其义自见，这是定。啊，定，你看，这个书里头的意思，自见，自见是开悟，不用学，自己开悟之后，再去看注解，啊，看过去、现在人注解，他哪个地方错了，你全知道，一看就明白了。啊，为什么那些注解人未必开悟，你开悟？开悟了人什么呀？佛知佛见呐！啊，智慧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你可以跟古人在一起研究这部经典，啊，像《易经》。这2000多年来，历代多少研究易经，你把他们东西来一看，全明白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龙树菩萨开悟了，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全部读完了，前头有榜样，海贤老和尚开悟了，我听光碟上他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都知道，那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不熟，说了人不相信，现在人不相信开悟。啊，相信广学多闻。啊，海贤和尚不认识字，所以现代社会不相信你啊。啊，所以他完全用身教来表法。啊，最后往生自在，来让你看看。啊，112岁，不需要人帮助，生活自理，这就叫人羡慕了。啊，年岁这么大，身体健康。啊，看他的容貌。也只是60多岁的人的样子，啊，看不出112岁，思维敏捷，啊，动作灵活，112岁还在农田里面干活。啊，所以如果他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就是阿罗汉菩萨，啊，会带佛讲经说法，这时节因缘不一样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啊，汉学院里头，为了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谐，所以我们在儒这一个学系里头决定选群书治要的原本这65门功课啊，佛跟道里面，佛可以选择大小乘经啊，显教密教都可以，但是要一门深入。要读书千遍，用这个方法修定开悟，不能大彻大悟，大悟可以做得到啊，不能彻悟，大悟可以做到啊，到大悟之后才能够看注解啊，看历代祖师大德的注解，跟你自己的悟处有相应，也会有不相应的地方。讲经教学就不会发生错误了。没有定不行啊！啊，这叫三昧也。学华严得华严三昧，学法华得法华三昧，学楞严得首楞严范围。啊，学净土的叫念佛三昧，啊，三昧是什么样子？三昧就是清净平等觉，心地清净平等，啊，小乘的心清净心，大乘菩萨的心平等心，啊，清净心起作用阿罗汉的智慧，平等心起作用菩萨的智慧，啊，所以自信般若智慧为主。佛陀的经教，祖师大德的论述作为辅助，啊，也用它来做证明我所悟的跟经上所说的一样，这个悟是真开悟，跟经上讲的不一样，要邪知邪见啊，所以经论的作用对于开悟的人是给他做印证的对初学的人就是叫他读诵我们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走通了有着住成绩表现可以让世间人重新思考现在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要改进的啊，东方的教学圣贤教育目的不是教你升官发财
不是叫你有一技之长谋生，不是这个意思。中国教学是学圣，学习佛法的教学是学菩萨，学佛陀。这个一定要知道，有圣贤，有佛菩萨啊，来教化众生。这个世界才能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才能提升到像极乐世界一样。啊，中国人所说的太平盛世，靠教学可以做得到。啊，所以在那最难得的就是我们要直下正道。我们要正看，法性法师学习心得报告之一。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老师、各位护法菩萨，大家好。惭愧弟子法性，这一次非常有幸能参加科助学习班的学习，已经有一个半月了。弟子曾经写过几份心得报告进呈师父上人，但是总觉得自己程度不够，又是面对全球净宗同修，所以不敢提出和大家分享。可是仔细听了师父上人的开示，以及其他法师和老师的分享，才知道自己错了。不敢和大家分享，只是呈给师父上人，愿得师父加持，还是自私自利没放下，还是好名的心没有放下。尤其是昨天第29回学院上悟下圣法师的忏悔报告，以及上官老师的心得分享，深深打动弟子的心。师父也说，练法的人是最没有智慧的人，弟子要学习做个有智慧的人。师父说圣师回头了，可是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出家人没有回头。那不是说别人，那就是说弟子啊。可是弟子绝不能让师父上人失望，虽然自己远不如圣师，意愿追随其后，改往修来，精勤努力。弟子出家已经十几年了，回想初学佛时便遇到了师父讲的48愿的录音带，欢喜无量。自此之后便下定决心，终生依止恩师，一部无量寿经受持到底，绝不改变。虽不能当面亲近恩师，却愿终生做师父的私塾弟子。然而这么多年来，自己天天听经，天天念佛，有时也很精进，功夫却不得力，身心实感疲惫，甚至病苦，磨难重重。心愿正法久住，却难逃以身谤法之过。幸好还能天天听师父讲经，苦苦追随恩师不舍，常常反省自责。然而一迷再迷，随波逐流，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岁月蹉跎。真是弘一大师所说的，一事无成人渐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大师自己是谦虚之词，
弟子却是真的如是啊。没有想到，在弟子最艰难自拔的时候，却蒙恩师摄受参加这次科助学习班的学习。师父常讲，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弟子真正体会到了。初学习时，大约十天之后，弟子明显感到心地很快恢复清净自信。至今有一个多月的学习，弟子感到心基本定下来了，胡思乱想的邪念越来越少，静坐之时常常流下泪水，自己真的生大感恩心，生大惭愧心，也生大欢喜心。每一天最快乐的事就是打开电脑，面对恩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分享大家的快乐。回思过去不得力的主要原因，就是师父上人常讲的两个字，信佛没有做到。弟子学佛出家十几年了，没有信佛啊。自己讲说要跟师父学，可是遇到障难的时候，还是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怨天尤人，傲慢嫉妒，贪图眼前利益，完全将恩师的教诲忘掉了，既不信佛，亦不自信，没有尊师重道，没有做到老实、听话、真干，心不真诚，不清净，不恭敬。弟子虽然也在学习经教，也讲给大家听，可是没有真正落实在生活中，弟子规都没有完全做到。正如齐老师教诲的，你说到做不到，人家信你个大萝卜。弟子听了实在惭愧无比。前天24号第28回，弟子因参加讲经交流会请假，耽误了现场听课。昨天弟子下载来补学，听到师父上人对开律法师的答复，弟子十分欢喜感动。师父讲到要恢复自己的真诚清净恭敬不难，只要多拜佛，并且将闲宫老和尚的光碟一天看3遍，连续看1年，看1000遍，每天念10000声佛号就能恢复。弟子深信不疑，因为弟子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做到每天看3遍，但是有时间就看，越看越欢喜，那种喜悦就像读诵无量寿经那样的欢喜。弟子相信，我们恭敬看碟时，闲宫老和尚必定在旁边加持我们，也坚信师父上人所说的，等我们往生的时候，老和尚必定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所以弟子下定决心，如上官老师所说，师父为我们表演做出了一个最好老师的形象，我们也要学着做一个好学生。弟子就从每天看3遍闲宫老和尚的光碟，念10000声佛号做起，并且像圣师那样好好落实4个根，先老老实实做一个听话的笨学生吧。这是这一段时间惭愧弟子法性的一点学习心得，敬承恩师，并和各位法师、各位老师们分享，感恩师父上人批评指正。此外，弟子也简单向师父上人汇报一下前天参加省里讲经交流会的情况及自己一点感悟。这次讲经交流会
是省佛协举办的，齐老师派弟子参加。前面三天半是讲经培训，弟子谨守师承，没有参与，只参加了讲经交流活动。共有20位法师上台演讲，每人只有15分钟。弟子借此机缘，先引用佛在人王经上对正法、相法、末法、灭法的开示，赞叹交流会的功德，然后将师父上人恢复佛陀教育的理念以及学习落实十善业道经的重要性做了报告。弟子看得出大家还是很认同的。这次交流会年轻的法师较多，他们很发心，很愿意学习，可是弟子为之惋惜的是都没有师承。比较之下，弟子就更加感受到能够跟随师父上人这样的大善知识学习，真的是无比的幸运，无比的感恩，确实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弟子不由得在心中默默发愿，愿生生世世不离善知识，愿生生世世跟随师父上人弘护正法，为求法故，不应生退取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弟子也真诚期望同学们要万分珍惜今天跟随恩师师父上人学习的这个因缘，不要错过，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弟子愿将这份欢喜与感恩敬献师父上人，并与各位法师老师们分享，也愿意供养所有念佛的同修们，感恩师父上人批评指正，祝愿师父上人法体安康，久住世间，广度一切众生。惭愧弟子法性至诚顶礼敬诚。2014年4月26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请恩师指示，弟子现在常住山东金山寺，这里大家学习的风气很好，每晚法师们轮流练习讲经，都是副讲，听众也不少。弟子想请示师父上人，现在弟子应当向大众讲什么内容，既与学习科注一门深入相应，也能够利益大众。如果是副讲科注，怎样才能够取舍恰当，与戒定慧相应，恳请师父上人开示，感恩师父上人，阿弥陀佛。法信法师的新的报告，我们听了也非常欢喜，也很受感动。但是学佛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古大德常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就没有了。古人说的经验之谈的，啊，特别是现在的环境，
炳南老居士在台中住了38年，弘法、讲经、教学没中断。啊，学生里面有几个人学出来了？确实不多。什么原因？啊，我们细心观察反省，扎根教育有问题。啊，现在人没有根啊！啊，具体来说，《弟子规》儒的根没学，《感应篇》道的根也没学。是善业道佛的根啊，老师在台中讲过是善业道经，台中人也都学过是善业道经，有没有去做呢？没做到啊，烦恼习气重，社会的诱惑力量年年向上提升的，几个人能把握得住？能不受社会诱惑，能不受干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细心观察，难了。总的来说，这不是局部的，整个世界啊，所有的宗教不仅仅是佛教出问题，全都在扎根教育上出了问题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世界乱，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啊，嘱咐常常在跟前的几个弟子，教导大家，你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也都要真干的，不真干还是去不了啊。
为什么世世代代的念佛成就的人有那么多？为什么现在没有？因素固然很多，啊，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动乱，大家把民族的自信心丧失掉了。啊，今天谁有信心？小孩相信父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相信大人，啊，往上就推，相信祖宗，相信神仙，啊，见到圣贤的教诲，无条件的认真学习，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儿女不相信父母，更不相信祖宗，而且认为祖宗，若祖宗不懂科学，啊，愚痴，对于古圣先贤几乎都不能接受了，不批评就很难得了。啊，圣教如何能再兴起来？这我们想到了，一定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人不相信。过去我们汤池小镇被联合国逼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想到干这个事情。那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这些会友，啊，做主题讲义，啊，会后这些会友来找我质疑，啊，告诉我这是理想，是好。做不到，啊，一口就否定，决定做不到。我们当时听的话很难过，白讲了。那再去深深去思维，如何让他相信？那只有做出样子来，啊，做到了再跟你讲，请你来参观，请你来考察，他才相信。否则的话，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在今天很难。最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火种保存下去，不能让它灭了。啊，一个传一个多好，
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六代单传，到慧能的开花结果，传了四十多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各地方发起汉学院，我们要了解其中有一定的困难。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这个勇气。汉学院里面将来这个研究员有个十个八个就行。第一期有十个八个，第二期就可能有三十五十。慢慢越办效果越显著，大家有信心才会进来。人总是在外面看，看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这个小班同学们真正发现佛法要延续下去，儒释道也要延续下去，中国传统延续下去，外国也有传统，我们希望都能延续下去。心量要扩大，心量要包容，所以我在斯里兰卡建议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意义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